倒的，不能动。你的棒棒的，我就觉得我为什么弹不起来。我的有太高。站着了。哎、欸，你刚滑过一次，应该是下面不用那么紧，然后最上面两个要紧一点。是哦。不过今天是乱滑，所以你不调紧也没关系。但是我不要坐那种刹车脚，就太麻了，我脚都麻了。对，所以我说不用那么紧没关系，你不要坐我那个练习就好。刚刚把电子票全花光，然后你剩三张，三张都是纸票，但是明天是好天气。脚麻，好难受啊！就硬要去那边蹭哎、欸，然后就卡住了吧？不会卡住，有人坐在里面啦。直直的就是卡，直直的就不会。哦，那横的话就不行。你大概最歪只能45度，那、完全横的话你就会停下来，要去蹭一下。啊，好吗？太阳都出来了，要吗？要喝吗？好期待的大雪！这是课外文应该。哎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那里有30哦，不是雪下那么多，是被风吸起来的，只能吱吱下跟吐吐跳而已。好啊，去，刷也要去。就只有那些教练在搞，不过那些教练我认为他们是故意，那把这些搞掉以后就不会有人进去乱搞了，但是那里也没有多危险，那个雪场安全、啊、还是教练很厉害，他就是想哦，大概到膝盖、欸、没滑、啊、那个是帽子呀、啊、我要去滑左边，在左边十分钟后大家就没有了，选一道自己的路，有一个人栽在里面，我怕我带。哦，刚那个我说的帽子滑起来了，就是栽在里面啊。是石壁，我在那边等一下就是我的嘛，然后又要滑雪嘛。那根本就是那个嘛，就是纸板，然后用身体压就可以结束，完全几乎不用，几乎不用技术。但是40公分的话，有可能会有点顶不住，因为很难骑啊，太深。应该说你不预期到那个阻力的话，你有可能会往前扑。对。然后紧张的话，你的两脚就会被分开。所以这个的策略应该是直直下，然后你要用跳跳兔，要端一端一端。那也要端得起。只是大概端超过一半就会累、欸、这里也可以啊，这里也可以啊，这里也是30公分，其实走这一道也行，走那一道也行，先
去哪边。我觉得我刚好看到缆车上，那个缆车都是，那个应该都收起来了。我刚看到缆车有在走。看他什么时候出现了椅子，就可以上去。那上去的话，没想到那条黑线好像有压。沉下去了，对，大概45度端，不能横着端，要斜着端。我要想办法出吧，我要启动了。我，你看这种推着跑，我觉得我随时掉不起来了，我的脚。没进来啊，你就会直直下掉了，对，然后我就会插进去，那个人就是硬要往前插，那个右边那个插
没有啊，也只有这个可以滑。啊、你高兴怎么滑就怎么滑。他有在转，但还没有滑成。而且要直直，你们就去冲啊！应该要直直下，不然动不了。刚有卡住吗？快，没有雪啊，身上没有雪。到这而已啊。好玩吗？还可以。有点太多，对不对？我觉得，因为我们眼睛看得到，所以不敢。但是我猜这个雪道跳起来应该跟纳斯法差不多。脚好酸哦、喔，被绑太紧的太酸了。那随便滑吧，不然可以走缆车中间的，缆车中间的它会滑的。抄两个，抄先抄我，再抄他。明明就在你身后。对啊。我看没有很多人要过去，那个教练去玩了一次之后就没了。太深了吧？就是可能也没有。不过有的人他进去的时候就带速度冲进去，因为他知道只能带速度冲进去，然后滑两个弯就没了吧。但是地上有一坨，那是。没有很多人进去。哎，有了，挂上去了。现在13526挂。开始挂了，上面压完了。哦，上面压完了。他们的重点是要把那个动物之声压出来。哦。不然动物之声大都动物。他踩得更大。
身体在变。这种才到的。下看，又跳了两下，直一点，直一点。他又想转弹灯，那一样不能动啊。所以你知道问题在哪吗？要斜的出来啊，他要出来。啊，他有斜的了，又不够斜。嗯，这样我到底要不要进去呢？我讲归讲，我怀疑我进去会不会是假。我线上没有看到缆车呢。对啊，就很奇怪吧。不是，它挂的话应该是要左右边距嘛。现在出来有车子。现在要上一下，那已经快挂满了。现在的间距可能是四分之一还是二分之一的车的数量。那等一下直接去下面了吧？等一下要有开啊，一定有开的啦。那挂满就会开了。这个人也在那里看，还是他看得到？你要排什么？下面看，下面看。我是说排左边，就在后面。你要去哪边看？在下面啊，在下面。有人呢、啊，有人。Thank you.
山了、喔，去爬在里面，然后把脚拔出来，真的。没有那个声音，啊？没有那个声音呐、啊，比较舒只用跳跳兔，不用别的动。双脚离地，双脚离地，好惨！还要减速，这样，腿太短了。我刚才在想，要双脚离地学反呢，学反连的。十点了。啊？对呀、啊，都还没开。在房子里看到那个风，那种感觉是在这里的五倍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哪有，就是那就是阵风啊！目前就是决定要在那边等搭车第一班。我觉得我们滑下来刚刚好。那我进去再跳一次，你跟在我后面，这样会不会比较，会不会比较不害怕？受不了、欸。对啊，所以你跟我一样的轨迹，那一样的轨迹就是一样的速度。因为你刚下来的时候就越来越狠，越来越狠，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不大对，就是要开始适当的朝下。那个人也是很深很深。确实啊，用推的也是可以。他真的，他只是想出去而已，是吗？嗯，是。他不想滑了，觉得不好玩，出去了，出去了。我刚好在地下看到个太阳眼镜。地上，嗯，普通的。哎，对。怎么可能那么有？还是说有人戴着太阳眼镜？
但是是有很凹的地方啊，人都会掉下去啊。应该说以地势来看，这里太平了，这里突然变平了。上面的坡度跳跳跳还可以，那、啊、下面的话，真的不能够横着逃出来，横着出来出不来，一定要直着下来。所以看这个坡度，这里最顺畅，然后这里就下面要抖的用力，上面是抖的舒服。跟我们往前铺一直一样。嗯，对对，在里面。
10点多。那要先滑还是黑的下来？好，可以。我觉得要趁现在滑黑的。我觉得它还新的。对，新的。新的我下不来。学很多，没有问题。然后新的会卡住啊。不会卡住。它有压的。这个有压迫，而且有压迫，而且那个斜度，应该那个雪的深度大概10公分以内，应该差很多。因为他们有看很多 boulder 在卡里面了，那是因为他们不敢直着下。我怕我到时候也会，我今天要出门的时候我就卡在那边，但我没有倒，就动不了。也太你要把你的板子。我们刚刚在椅子上观察，那些会卡住的都是好不容易可以动了，对，然后接着他就一扭就变横着，他就继续卡，不要那么的快。但是其实直着不会越来越快，对，就抵抗人性啊。我那今天可以去滑那个深姿小路子，那个一定也很难动啊。哦，因为那个就是太平了，所以都不想，就是联络道。看有多少车。前面有他的长鞋。嗯，太多了。因为这里要人工，他要把这里的全部铲掉才可以开。这里有风，咻咻咻，啊？这里风力比较强。还
也是20。20公升。但是这个也不会卡，你因为有这个鞋子不会卡。所以等一下滑这一道。当然要滑啊。好，趁还没人，赶快滑。我觉得我会卡，应该不会。我觉得我会卡，因为刚好，因为这个斜度横板是不会卡住的。哎、欸，你的没有，快要没有电了。对，要横板不会，要不要重插一下？它会触发你那个电池启动吗？会啊。那好像没有呢。看，还是快要没电了。那我的呢？你的看不出来。你等一下，我帮你照。我先帮你插，也不是帮你插，我把我的手机出来检查那个电，然后再来插。你的电看起来很少。没有，我觉得是他 icon 的问题。好，在这里，先检查。这里感觉不出风，是个好地方。好，首先拿出我的手机，接着拔下你的线。有电，再插回去。好，那你的呢？接着我的拔下来看。哎、欸，怎么头会这样缩起来、啊？最后就松掉了。有电，好。所以他只是跟他讲说，他只是显示一个，他的显示永远都是这样。然后接着要你帮我插，因为我。因为我是对不大准，不灵敏。那、啊、你看得到的话，你就对得准。对得准，但是都没声音啊。它不会有声音。我要跟我们好，先看他们。好，先看他们。你就会觉得这个很容易啦。是这样的吗？有压吧，看压到多高、啊。很好滑吧？你要滑上面吗？先去坐说什么？要不要、啊？脚很酸。这个就什么？有脚吗？这个有脚吗？没有。啊？你有跟我讲话吗？没有。啊？你就继续跳啊！
哪里？这里啊，因为危险就可以出来了。还有一段可以。中下三个保险金都差不多，血都那么多而已，血都差不多，然后也不特别危险，就是普普通通这样。所以我的建议是我们一直做这个，因为这个不冷，而且这个高级，这比较不冷。而且这里你看那些人运上去之后，他们就不下来了。对呀。所以这个排队也是最快的。对。然后等到你滑手链，你要钻进去跳一跳也是可以。还有是你自己害怕吧，其实不会跌倒。对啊，其实你只会变慢就好了。啊，除非你是往前滚倒，那就是阻力突然变大。我是真的往前滚倒啊。那就是阻力变大。不是要跳高一点不是吗？啊，往前风火轮。不是，你身体要有个准备，要稍微往后压一点，进去跳起来一点。对啊，我们也是翘起来一点。不一定是翘，重点是身体在后面，因为进去的那一瞬间，身体会突然往前。对。其实就进去一下出来，进去一下出来，然后最后就会进去而已。这段不错啊！我会说，你要弄那个松雪，你就把它越铲越少，这样。明天就不下了。明天不下比较少一点。今天晚上。但是明天天气是好的，明天可以多拍一点照片。今天晚上会下吗？今天晚上会下啊。哦。但是没有。前一天那么多，对啊，你脖子你再拍一拍，你的头那边怎么还有？因为已经卡进去了。对啊，我打开了。你把那个头肉松一点。好，你不要叫他弄松，然后最后帽子要滚走了。还有吗？抓住，有啊，这边这个都是啊，摆的，摸不到。没关系，你就不要管它。因为那边是冷的，你要等一下。
间距变凉。我觉得有变近了，刚等车等比较近。你看这两个，现在是四分之三，这两个是近的。怎样？啊？你怎么了？没有啊，我在弄雪。这两个是近的，然后这个又变远了，然后这两个是近的，中间又远了。所以它多过、啊。所以现在四分之三，然后我们刚做的时候是二分之一，那四分之三看它要不要再加宽。刚下车忘了看它的车库，应该还剩四分之一。它有加宽，这个是四，一二三四距离一样，所以它就要挂满了。它现在在放车子，没有，中间还是空两空一个，好吧。运转中随时可以加的，是哦，对啊，收也是啊，运转中就去一直收一直加，你要看旁边的人有没有一直把那个车推进来。哦，我看，看左边，哦，风雪，没有人，他不加了，而且他门也关起来了，好吧，挂的数量是固定。哦，它这个只开一边。哦，但是也还好，上面滑，让其他人觉得安心吧。你干嘛插到上面去？我没有插到上面啊，我只是停到这去。
我快要快点看。好像完全平的地方，直直下来还是动不了。对啊。所以我们只能那个跳两下，然后路过别人的轨迹，加速一下，然后跳两下。这样，就是全平的地方不大行。很害怕就提早出来了。评估说是上面走的远还是下面走的远，上面的厕所在室内比较好，它这个厕所在外面。哦，那我觉得那去上面那个上，那我们去坐一段小缆车上去。不是，就是我刚刚讲的，我说的上是说昨天的产品。对啊，昨天的产品。那你不用坐啊，你这边一下走横着走得到啊。对，就是要横着走。我想要坐一段啊。啊，你想要坐一段。对啊，两个都可以啊。因为然后顺便看看最上面雪怎么样。对啊，就滑一趟啊。哦，好，好吗？好，好，谢谢你，我想尿尿。干嘛不敢讲？啊？你干嘛不敢讲？没有，我刚本来也是在想说，这个上去之后，我想要洗手间，因为我刚刚我发觉，因为刚刚我进冰进去，哦，雾掉了。开始，你为什么？哦，你刚又摔，一下子，一下子，哈哈哈哈哈！每次摔法都一样，一样吗？我都一样啊。就是你的左脑这边，因为我都是左边这样撇，因为我是左前方啊，对呀，regular 啊，就这样撇，所以一定是左边啊。又是左边，左右是左边，刚不才拍过吗？他刚又瞧了一次了没？那里贴那种耐震的，贴一个就专门用那里着地。不是耐震的，是要防风雪好吗？谁要用那里着地啊？可是每次都那里啊。对啊。然后你要买那个护甲，就要买左边的肩膀，就左边的肩膀。
我其实还好哎、欸，肩膀还好，主要是但是却是头，是进学啦。啊，是下面卡还是上面卡的？啊，等一下，把帽子拉起来。看那边上面好冷啊！等会再拉了，先把雪清干净再拉了。还没清干净吗？没有。我期待你耶。有些卡在你的帽子里，很难清啊，手指摸不到啊。对啊，所以才会尿尿，把雪融掉一些啊，拍掉，免得在里面冷死我。出来有一阵强风吹出来，嗯，然后就把我推到右边旁边，我就被他摔倒了。我就觉得耶，把我推过去。因为那时候我刚好是正面背对他，然后就我就倒了。我们俩是站，我知道你们两个就是顺着走。坐出去了，我没有坐出去，我是说小腿被撞的有点重，叫的那么大声，哎呦，怎么撞的比昨天重？今天开的速度比昨天快，是哦，对，哦，因为今天只有一台是吗？可恶，然后觉得撞的比较重，哦，真讨厌。这里啊，这里完全没有人切得过来。昨天 有人要去动物之声，有的是这样子过来的。对，今天一道都没有，而且也没有人要去动物之声。太平了。这里在下雪。有吗？有。有吗？小飘飘，好小，超小飘。或者是云雾。不是哦，因为我看着你，然后这里有很多小粉飘飘去。等下再。我的八色没有秀出来。一个圈圈的感觉，歪了点。嗯，铲雪车走这里要干嘛？要开到这儿，嗯，还要往上走，嗯，怎么回事？这是一条小路吗？给他走的路。
我想偷看一下隔壁的状况。隔壁是什么隔壁？还没开的那两道，就是我们一下车往右，往右转就看得到了。看看看的目视看得到多少草。昨天的话就是看到很多草，前天开车来的公车来的时候就看到一大堆草，昨天也是一堆草。感觉没有风哎，风平浪静。啊，这样很怕今天积雪多少公分哦，雪落深了。哈，那个是风堆起来的。哦。就是以降雪量的话，好像没有超过十二十。我看多的都下去越后汤泽那里去了。哦。新溪县啦，还有志贺啦。志贺昨天那个 Life 摄影机掉下来的雪粒超大颗。我觉得他们那个去那个很勇敢的开车。谁？我说他们去那个庙高啊，是开车。我是觉得可能还好，重点是有多高。没有，你没有看到南野晃行，他说那个。我没看到。就是一个阿伯来帮他们开车，然后走到柱子，然后帮他们开车。帮他们开车，因为他们说他们是二轮驱动。其实好像有些这种会泥泞的路是要啊，那这样有点糟糕哎。然后又没有雪胎，又没有有雪胎，没有雪链，所以不知道分界在哪里。没有，就是有压跟没压，这里是没压。然后你这里不跟着别人的路的话，你只能边边蹭一点，然后进去以后就要动不了了。哇，怎么办这样？就脚都麻不起来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哎呀，侧边边，上面感觉没有多少。这里没有下面陡，所以更难前进。对啊。还是你是说你这里下来就要蹭中间，就蹭一条自己的路？没有，这里就不能冲自己的路，这里你只能岔着别人的路，然后稍微下不来啊。对，应该下不来，这里比下面不陡啊，那要怎么下？这是浇雪的，它不会下来。哎，这两条路是压雪车压过，还是草啊，所以不会开啊。好，我看到了，那你要从左边下吗？对啊。好。坐左边就下左边。而且没有用边、啊。对、啊。哎呦，他也没站好，摔倒。完蛋了，完蛋了。多深？就很深啊。30啊。你要躺吗？我不要，躺了还要拍，好麻烦。我切不到。你要上近一点啊。我上不去耶，它这个很深哎。有没有？嗯。超多的，但是就是被风吹起来的。哎、欸，那我拍一张好了，因为你看这个树上的可能只有今天才会有。哦。你要拍吗？我先拍空的，再拍你。你手顶得住哈，还可以。现在没有什么风，好换。哎，来来来，我在转。好了，你这边啊？哇，我眼睛好雾哦。两个黑脸的样子。啊，确实是黑脸，因为那个是黑脸。包括嘴巴吗？有红。干嘛？好，好，其实就只有一棵树。好，尿尿。对啊，就要去厕所。两个都一样。没有。
而已吗？不然这水直直下。我看一下。太深太深。脚好酸哦！他怎么了？你看你在干嘛？我在滑。哦，我想说好，好好练习。很慢，对不对？没关系啊。